丽佳，你今天跑恁快干啥了？那早他老师打电话说他这会儿搁学校肚子特疼。哦，那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嗯。妈。哎。你记住到了，你得到了买给我。好。他是咋回事啊？肚子疼。我也不知道，去瞅瞅吧。妈。啊。肚子疼了呀，我不知道，一会儿我回来晚了，你记住先给摊儿烧上啊。中啊，姨爷往这边站。你路上慢点啊，路上慢点啊。姨爷，这会儿恁妈走了，咱上恁奶家给姨俩个那衣裳拿回来吧。妈妈说了不要穿。没有事，咱去看看嘛。好吧。啊，走。哎，大你割草去了？啊，哦，好歇腰了，我晚上给给我买的豆腐去。中啊，还有钱了不嘞？有啊，家家给我有啊。哦，妮儿，走吧。爷，你别带了。啊，那爷累不着呀，走上恁奶家去走。妈。妈。奶奶在这。哦，你给爷个那衣裳给我吧，我拿回家叫孩们穿。都说了，妈妈不要穿。嗯，没事。我都卖掉了。那给孩们买的衣裳，你为啥卖了呀？你卖，俺妈不要去了。不穿咋的？俺不要去。我给你拿去了，你不穿。哦，今儿我卖掉了，你又回来问我了。啊，这是啥意思啊？那离家去学校了，然后我不是想着拿回去叫孩们试试吗？咦，他啥说？他就回来，他也不让穿。他真的卖掉了，没有了。嗯。哎呦。对了，孩儿。就咋？你俺俩养鹅哩。这那一人家我拿出来一半的钱，这我也没有。要么你先给你妈拿点，这等到饿大了，我卖了菜再给你。你又要跟我爸爸要钱了？你这女人，我发现了，你搁人家跟到俺家，你这态度都是一样，你都真厉害。你还养鹅嘞？你前头去天天光吃鹅了。那长大了，那吃了也没事了。我是问你爸要点钱，那是正常的。啊？我都不相信你。要我爸爸钱？我就要了。你爸不应该给我钱吗？哎呦，你这你老妈就回家。咦，你不拿衣裳了？拿了。我不是想叫恁回家试试的吗？拿了，回他卖。他卖了。我看你还可厉害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哎呦，医生啊，你这你老，我看着你都得好好说说他。哎、我说他干啥的？你说你说他干啥？啥态度啊？你对你啊？你也别说了。我咋不说呀、啊？我就问你爸要点钱都不装、啊。哟，姨爷，你那衣，我今儿个看着那衣裳可好看，你真不要？不要啥？要俺没有了。你到底真卖了家？你怎么真卖了？你卖给谁的？这你都别管了，那恁好了衣裳有人要，一件卖个三四百块钱，肯定那是有人要的，是吧？你呀、啊，情事我都没法说你。情事天天好，你说人家那里给有钱，还有衣服，东西都不说了，你给衣服给俺、啊，你有个卖？你可别提了，钱是不是你要跑了？你花俺五百不？哎呦，我花了，你能咋着我？再说了，你说这钱恶事，你说你咋说的吧？恶事我给你投不了钱，你自己愿意咋养就咋养。还有我跟俺姨交代交代，不能给你合伙养东西。你呀、啊，都光坑俺姨了，想让俺姨实在。哎呦，你这孩儿了、嗯，你说这话叫我真是生气的慌。我跟你说，那你气吧。你管啥人呀、啊？你说你东西，你给恁妈的钱，这真的，我真是说挣好些钱，我叫你咽气。我跟你说，咦，俺都不咽气。你要能挣着钱呀、啊，哼。那你说这是真的呀、啊？要么你妈真是逼呀，饿不着，我也挣个钱给你看看。你要衣裳卖了，我都不找你说了。哎呀，妮儿啊，走。我还想着给这衣服拿回家叫孩们穿呢，这倒好，他给他卖。爸，妈妈都给俺买掉衣裳了。那我不是想着给这衣服现成的吗？拿回家。爸，你咋不刮胡子呀？刮胡子刀坏了，我的胡子可长吗？我有点，你胡子有点多了。哦，姨爷，嗯，咱俩长得像不像啊？像。姨爷说，我都得妈妈。一样像，你给妈妈一样像，嗯、哦，你说了，接回来了啊？恩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人家说他吃坏东西了。哦，洗手吃饭吧。爸，你肚子还疼了不？吃了又好多了。啊，洗手吃饭，走。
菜炒的有点少了呀。不少呀，你看这那一盘的土豆丝儿的，这只不过有点浓了。那个是上午剩的土豆块，我给它热了热。哎，我最爱吃土豆了。知道你爱吃，所以你看我弄了两盘都是土豆。等大呀，看咱大过来吃饭呗。中啊，他叫搁外头的。你家不能用啥呀？鸡蛋。鸡蛋，你也想吃鸡蛋呀？丽姐，你要不再去煮个鸡蛋去吧？中啊，我给你炒个番茄鸡蛋吧。好。恩子，你肚子疼，敢吃这米不要？我给你叫碗面疙瘩去。不是，我好吃米。中啊。你也吃饭去吧。你来吃饭吧。对。啊，你吃这小锅。哎呦。中啊，哎。今天就做了见了。好好好。吃饭吧。叫米饭。嗯，蒸的米，吃吧。啊。Thank you.